大甲妈绕境在即 ，Burberry 凉感外套你买了吗？凉感纱面料，质料新体验，瞬间冰感，质料大升级，比凉感衣更凉更舒适，绕境路上怎么穿怎么搭，超白搭色系，日常也超好配，有浅蓝色、灰色、藏青色、桃红色，印有立体光辉反光胶章，低调烫金设计，夜间也好安心哦。侧面有反光品牌文字，反光设计大甲妈神力护身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选我们上方资讯栏或影片下方连结，至正南买足购物网购买哦。我们期待大甲妈绕境路上见。各位，等一下跟你们讲，故事是这样子了啊。先整个白天我在南部拍场绕境，然后下午马上搭高铁要赶上来新北市中和，我们要拍斗贝阿公立新厝哦。这一集成本高了，当天晚上高铁来回哦，而且光看戏。走，我们去拍斗贝阿。呼呼，让我喘一下，他们。那个宝贝啊，他们原来是在板桥明治街那边，他们现在换到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中山路这边哦，在大马路旁边哦，大马路旁边哦，现在已经围了一堆信众了，但还没有那个宝贝阿公这一盖哦，阿本叔。而今天很特别，今天据说他们马来西亚哦，马来西亚的宝贝阿公也会出现啊、哦，很多信众都已经在下面了。不要忘了办公桌，他这是虎爷店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他有他自己的空间哎，他有他自己的空间哦，他这个气氛到位了哦。我这样够不够？拍不拍不出来？哦，全部屁婚哎。叫人家准备的意思。这是咱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坛庙，是里贝亚哎。马来西亚中坛庙的里贝亚机身已经出现了。等等哦、喔，等等哦、喔。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你这边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宝贝啊。所以今天会有三位哦，就是我们自己本地这边哦的宝贝阿公，还有马来西亚的宝贝亚跟里贝亚哦，都会在现场同时提卡。刚刚叫来叫去，现在突然好淡定。现在两位都哦，来。呀，有了有了了，满嘴。结果。哎呀，哎，哎好，有了有了了，满嘴嘴了。哇哇，让他复制。他们嘴嘴。你来是最严，你应该是做工。我刚做啊。刚面做爱念嘛。我念就是不做工。
多缸。它现在分三个地方哦，有那种台湾跟马来西亚那个联合办事处，你知道吗？外面好多人等着要进来办事情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这个现况，因为它现在有三位神明降价，然后分别坐在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就有点像是健康检查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先进来一下，量个这个视力，然后这边先量个体重，啊，去到里面，然后再照个 X 光之类的。我们三个关卡，三位神明来帮你加持。心破病，心情真歹，拢放袂开。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，较会顺事啦，好不？其他的事情你都莫烦恼，我爸甲你来相助啦，好不？其他的是是非非，你慢慢去管，你才有法度做家己啦。你了解我爸的讲啥，好不？家己自己啊，家己啊，思亲啦。爱学会晓玩，保护家己啊，才袂去用啊，来利用啊。你知影我后来会讲啥无？好不？好。我袂输你钱，你较省啊开的啦。好不？好。感恩最最。特别啊，咱的简单随缘就好。简单随缘就好。咱的你袂使祈求咱的隆重的代志爱顺利，爱安怎，要求安怎。不能祈求所有事情都顺利，怎么样？没办法，有的物件不是你自己控制。有些事情不是你自己的控制。没办法，这款身边的人最重要。尤其是身边的人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明白啊？我爱睡，爱睡，我爱家，我爱家，我爱家，不吃东西啊！这些不要，那些不要啊！你可以说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比较重要，美是来之后。哇，这狼没有问题，人缘很好。我先从外面哭一下，里面太熏了。哦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，就是？奇怪，这些阴界的神明上来反而不会让人觉得可怕，他反而会很像一般人一样跟你拉塞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的意思？我不太会形容那个感觉，就是他不像一般什么那种神明起来都拍庆祝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们反而是起来就是很像正常的对谈，然后非常的幽默风趣。哦，对，幽默风趣，我是要讲幽默风趣。我没买了一份啊，机会难得。可是现在哦。他今天人超多的，我们排到什么时候？排队排假。2000 years， 排了一个小时了，真的心中真的很狂哎。后面还陆续在增加。我有啥物事情？夜事情就是啊，行李箱好杂事足多，处理不完，一款毛病。无安排哦好，你拢无安排哦好来处理啊，你会感觉无用啦，做袂来卖做啦，卖做加只无用啦。哎呀，我买那个无，卖讲硬硬嘞。哎，啊你咧挂，有影无？哦，有影有影。好不？这是危险，不是心理无好，是危险，心理想好危险。因为你哥哥一个人咧走中啦，南北走。谢谢你，不谢谢。感恩啊，感恩最最，哎，感恩最最。好不，别惊啊。哦，我赶紧过来。哦，感恩最最。你叫菜头粿。呀，那是艺名啦，嘿啦，菜头粿，你哪知是我？俺都无知。你不是采访这个标兵叫偌济道理？哎，今天你都有看。谢谢你。哇，阿伯真心呢，哎，不是阿公囝呢。阿伯就在这里啊。阿伯就在这里。我那个时候就在这里。他就已经有在。他都有看到我在录影哦。当阿伯是塑胶做。哈哈哈！哈，啦。中滋味，我中滋味凉，中滋味白啊凉，白啊凉，白啊中，白啊在哈是零食味是中。福气加厚。我好奇讲了，福气很好，阿伯说你福气很好。哎，宗教就是爱安尼，宗教就是要这样。嘿，要有人去推广。而以前的人很抗拒，很抗拒阴府的神明，很抗拒七爷八爷。哎，对。那可是现在就不一样，因为什么？以前没有人去推广，没有人去讲说，
鹦鹉的神明也是会普度救济，而不是俩狼而已。狼哦，运气要好，福气要大，而我们要行善，而我们行善，我们累积的德，才会让我们人生的运气会更上一层楼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哎，对，众善得报，众恶肯定是惩罚。刚问嘴嘴，你在马来西亚，他女儿会这样子问事吗？会，也是会啊。每个星期五跟星期六，一个星期两次，一个星期两次，对，也是会办事，会会办事，就像现在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通常都是抓呗，通常都是你们那边通常都是抓呗，因为马来西亚多人求财富。多人求财富，大杯是求财富啊，对，里边是健康，哦，里边是健康，哦，那我知道我等下问什么了。盲操，哇靠的人，不要去理外面的人怎样去批评你，怎样去讲你，说明，对，做自己想做，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。哇，你是这个假拜假假他还是那一句，赶快。敢吃大便，就是你赶快敢吃大便。对，那你是坏人，你就一定要坏到底。那就是说，你进入这个行业，你就要去敢敢做，你就要去敢敢拍，你就去敢敢去发展。哦。外面的放胆去做。对，外面的评论跟那些评价，你就不要去理他。哦，吵了，不要去理。做自己。对，做回你自己，你想做的，你认为怎样做你舒服，你敢敢去做。差袂了啦。有。再再挖几个。对天对地对家己，会过就好。哦，良心该会过就好啊。你对着天对着地对着自己的良心就好。不愧对天地良心哦。哎，安内流，这样子就好。阿飞说你这样子就可以。就安尼。其他也，其他的神明会替你做主。哦。哎。无带。无带哦。阿哥就是身体咁要紧。身体。有诶无诶，怪怪。无代志哦，家己乌白相啊。对。好，哈哈哈。感恩感恩。好。哦，够了，看你们。没有，搞不清楚现在到底在干嘛。为着你辛苦的白富派，脚步踏错，心头乱。富哥来了，富哥来了。梦中情，一条梦。梦中情，一条梦。马来西亚的老板哦，只会副歌哦。兄弟啊，梦中情，一条梦。梦中情，一条空。为爱，一路无怨叹。啊，只为你痴的分为什么好像来到钱柜？小贝啊，现在好像喝到一个兴致了。现场有一个蛮紧急的事情，我出国找失踪人士。哦，阿伯说他可能已经不在台湾。报警了。带他的衣服来啊！我在找那个失踪的人。要带他的衣服来。来，快去带他一件衣服来。好，带他一件衣服。对，我让你就可以了。我让骗去哦。哎，我刚才伊即马伫倒位，刚才头拄仔后外口耶稣出国，爱出来，借出来，出国，借出来，出来等下，出来等下，好，别化妆哦，别化妆哦，我别化，好，多谢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这查某囝，嗯，也挺心软。嘿，所以人讲啥，你会相信，也要相信别人。他会相信别人，但是跟出道的关系不好。他跟家里的关系不好。
你人大人啊，你人大人爱扶持啦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对啊。哎，你要做主啦。帮我做主，你要做主啊，你要做主。这个一爬落去来对你的平平。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不够。所以我要找艺人。对，对啦。去压他们的压。当天无。这个人现在很安全，可是被人家拐走了。头壳戆戆。他的头脑不清晰，戆戆。爱靠关，可是。你要靠关。有形没形的力量你要去靠，就是说你现在报警了，这是有形的力量，你现在来求助神明是无形的力量，你们去靠，靠了你们就有希望啊，而其他的东西你们不要去烦恼，一切会好啊，人找到了啊，你们才回来叫，明白吗？带他来拜拜，然后才取这个衣服回去。这个借个几十步说话，那时候拍过那么多次以来，我觉得最令人揪心的一个案件，就是因为他家人已经无助到真的是需要跑来问神明，李贝亚这边给他们安心呐，我说李贝亚会处理，好叫他们不要担心，哦，这个时候就是忠孝力量，就是先安定人心，哦，然后之后就是要寻求一个可以用的管道，就是报官，哦，报警报官，哦，由政府的力量去介入处理。最后啦，还是得啰嗦个几句，哦，我们台因为台湾民间信仰非常的兴盛，各县市各乡镇包括各村里都会有所谓的供庙，可以问事，可以问神，神明会降价让你问事情啊，不过只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信而不迷，神明给你方向，神明给你心灵的慰藉，啊，你信而不迷，不要迷信，有些事情要参考啊，其他的还是得靠自己，还是得靠正确的管道去进行。